三月的耶诞气氛越来越浓了，企业线上爱心邀请偏乡的小学学童还有喜憨儿提前欢度耶诞节，还特别请来公益大使黄美珍还有创作才子陈威全现场来演唱，让爱心加倍。小朋友共同许下耶诞心愿，喜憨儿社会福利基金会也一块携手为8个偏乡小学522位小朋友募集营养餐盒，在岁末年终时用一个礼物、两个未来要替喜憨儿还有偏乡学童点亮希望。 而第30届点燃生命之火全民爱心募款运动也正式起跑了。今年首度传爱南港举办点火起跑仪式，慈善基金会的董事长呢，辜仲亮也和家福基金会儿福联盟一同点亮了高有15公尺的公益椰蛋树，打造 Loft 椰蛋城，现场气氛温馨热闹，点燃生命之火的全民爱心募款运动也正式展开，希望能够延续爱的循环，共同募得1亿元的捐款，希望能够帮助更多需要的弱势儿童还有家庭。